大家好，我是来爷，欢迎收看来爷解说三国杀国战。我们看视频。我们第一盘4399转去啊，善于仿林这个玩家提供的八号位，这个手牌已经很好了，不要再换了，你再换下去有可能是得不偿失了。他们开着桃园结义的怀玉银，为了一张牌，然后又为了阴阳鱼啊，就直接把自己的这件啥，直接把自己的家底全部亮出来。三号位就直接开个蓝蛮，这波不亏啊，到底亏和不亏啊？我们暂时暂不能啊，不能够有定论啊。三号位并不去顺黄运营，而选择了顺下角，也不知道是什么神战，能上来开个蓝蛮，估计不是无吧。不过看等级有可能看不出来，上了一定等级之后，吴国不会轻易说上来就开蓝蛮。我们估计也没啥事搞了，拿了个藤甲，很好，非常好，别穿上，让他撒藤甲，况且咱们有升级。这个四血将，如果这个三血将穿藤甲，还会有所犹豫啊。四血那些多，不可拆桥。其实咱们说一号位他要不拆桥拆你的牌，你就让他拆呗，有什么？反正是一张牌的拆，你没必要无限。结果你无限反过来又跑出一个诸葛亮了，诸葛亮也不会藏，诸葛亮表示不藏了。好，一代狼还来了个马超啊，马超和张飞是准备大杀四方吗？这个，然后因为是看了一号位，张飞和马超你就屏蔽了这主将，在屏蔽吧，这个可以同时屏蔽的，主副将全部给你屏蔽了。还能救回来吗？我们白白挨了一揍。小胖子要放权给黄月英吧，因为刚刚通过一代牢的话，那你办事我放心给张飞，张飞和马超可是个白板，摸白白，你放权给他啥事都干不了，要不你就放权给小诸葛，要么你就放权给黄月英。是的，这样是吧。我们有藤甲，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心上，这是骗牌的。完了就翻了吧。弓箭手，你可是有此阵？我准备翻箭吧，我翻进去吧。我们救不了，然后回来是为了让曹丕，哎呀，翻来覆去的。也不知道到底值还是不值，然后他肯定不是为了三血这么掉。给庞德，有五六件就杀得比较远，出来挡我。还是选择去先杀黄月英行吧，黄月英手你的计谋被识破啊，没必要。你都觉得他肯定和你拼杀，他应该是你，这是你猛进啊，这个叫猛还是剑出啊，应该是剑出。你这自己纯粹浪费啥，你就直接一张杀盘了嘛，还觉得浪费一张杀，也不找他决斗，先打啊，再杀，然后他一马也拆了，我打得他不能自己。庞德还是猛啊，这左杀杀右杀杀直接锁国，这个情面上写着骗甲不留，这个骗甲不留真是挺可以。他的司马家逃呢，各自飘零。把我们翻了起码，反正我们不想动，决斗拍死一个吗？
赶紧抢人头，抢人头到桃子回血。不过桃子已经耗得差不多了，在这副牌没洗牌之前还剩三张牌，估计是很难再回血了。这先这换个连炉有啥用呢？换个连炉没什么实质性用啊。到我们出牌的话，我觉得咱们这个借刀可以用上，借什么刀都行，借大嘴的刀也行，把大嘴刀忽悠过来。人都去死吧！对，反正两个牌能凑成一个。还要造一个盛世。咱们亮也行，不亮也行吧，但是你亮不亮最好是亮一个吧，然后借刀杀人。把他刀拿过来，不要吧，起来吧，我们就单纯的限制了一下张飞，行吧。然后如果小胖子实在干不了啥事，你就放权吧。过个拆桥，顺手牵羊，我八嘴直接挨了一记嘴巴，可以的。咱们该怎么弄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反正咱们是机会来了，不亮吧，然后无中生有啊，踩这个加一毛不啊，加一毛的藤甲千万不要扔，你这打的像啥，要我肯定加一毛肯定不踩，加一毛绝对单挑的神牌啊，直接拿蛮书一梭子下去，能留三牌就留三牌呢，你这全部拆了，你反正单挑你，那你说这加一毛价值千金呢？接招吧！你的牌太多了。结果你看，你又拿蓝蛮去当过河拆桥，你自己牌都不易出，你全部扔了，不值得。远都去死吧！这直接该单挑就单挑了，你老犹豫不决啊！老天不助我袁家呀！其实如果这牌前面是我打，我肯定加一毛的藤甲留着，拿蛮放下去，张飞已经没了，然后大嘴被压到一血，你不想打死庞统狂躁的涅槃，那你就回头看看怎么评价你这个打法，然后每打法不一样，要我打我肯定就不是这么打，然后咱们也不要过早的把白银给拆出去，你闪电留着干嘛呢，你闪电拆出去反正白银挂在你身上又不会掉下去，你的牌太多了，忘记吧，就拿蛮那种牌对打小胖子很起作用，而且咱们就直接当过河拆桥用的真是很浪费。大家反正这枪谁弱就很难说了，那小胖子你有可能杀不动，但是小胖子存不了牌，结果别裸摸杀你敢信呢？这个就不强杀了，就把自己挂命了。最后估计还是咱们人品胜了，要不然的话，你要留着加一码，庞统打涅槃的庞统，你留着加一码，你距离都会憋死他，还至于和他单挑成这样，差点就输了。他人品好，能摸到距离，你有阴魂和。和过河拆桥，他拿什么？他能这一下把你加一码了？
这也太水了吧，怎么能如此对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游戏 APP 有时候经常出 bug， 难怪那、也不叫也不是这方面的原因，这游戏到最后终究还是扛不过时间的洗礼，该它的高峰期已经过了，任何一款游戏不可能一直长时间就说长盛不衰呀、能够播放录像吗？还是离线模式啊，离线就离线吧。怎么这把玩主血流这个玩家提供的应当稳固内阵怎么一个杂老头子抢了个手量，行啊，好，下面一个乐，再下面一个兵啊，击鼓于此，以至四方。我无限那边放无限，那个时候没必要放无限。很轻，才刚赢还有无限吗？各种无限，然后过个拆墙、这200斤，你说什么？香香的加一码，要踩他，你踩他干嘛？左踩一下，右踩一下，你要踩就对着一个人踩，你就对着八号位一个人踩呗，左踩踩，右踩踩。英雄们，我们的机会来了！兵粮寸断，五谷丰登。放开我的队友，冲我来！谁能挡我？花香四溢，最满人间。先吧，神挡杀神，然后杀佛，拼杀，没必要和他拼杀，你真没必要和他拼杀。那吕布你拼赢也是输啊，这万一等会谁放个蓝什么蓝蛮的，然后面一个暗家给你刚和吕布拼四方杀，你快飞，一个陆逊就觉得压了你一些，你反正。这是掉一血，那也是掉一血，你不如你不如多留点牌，哪怕用不了，到时候二张还可以给你固阵。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还有一张合，你说干干啥？青狼之计。我还好有桃干你拆这个拆一下，那个拆一下，拆香香加一血一码，肯定没必要。那你开一大脑是干嘛的？你以为香香装那么好转吗？杀陆逊，然后再锦衣，杀完之后再，然后金钱，可以再碰这一波操作归操作呢。还有邓艾，这算是啊。这个只能咱们。蕉下美人香，月下伊人娇。这只能这天香。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计。好，荀彧拉拢了一下吕布，那我们赶紧把这个人王盾贴给香香吧，这个香才是真的可以了。然后杀就杀不到了，没必要去杀邓艾，先杀邓艾没这个必要。身大丈夫为人坦荡，看下手牌算什么？待他出动，来一下再做计。别说，赶紧解掉，不要杀我们。花香四溢。我们也是牌呀，真不要随便杀我们。
吾等戮力同心，定能回天转日。啊，距离什么？哎啊，你就去柴玄月，你拆了他姐一马，都拆掉了。嗯，我操，全力保香香就行，这还有连弩啊，这有连。谁能挡我？那神挡杀神，佛挡杀佛。陆逊实在不行，我觉得你可以烧巡远，反正巡远现在不卖，不要是不卖血，就是废人，加个蓝马也行。从就是团队角度来讲，陆逊这个蓝马开得上保国家，下安黎民。这个时候该从何处下手？还好，但相当于有个人王盾还能扛一阵。嗯。先吃桃啊！我怎么先吃桃啊？你先吃桃，等会你去梅花，梅花你去湖了。你看你要是戒女不去啊，赶紧接你，可以啊。这个时候保命才是最要紧的。走，又掉一些，吃个桃，然后再杀。咱们要用先驱呢。你要不用先驱的话，先杀也行吧，然后再先充盈军资，终身有解脱，该解就解掉，然后还是给孙权吧，孙权也行，孙权就已了然于胸，即刻出发。就看看你那扇子为什么就舍不得制衡呢？那桃子就吃的这么干净呢？建功立业，封其印子。正其实也，有问题，你还把也不当血用，这不知道我打的什么，打的一团糟啊！绝交进攻，我只大计城市为先。看我的厉害！嗯，赶紧拆了人王盾杀，可以的。嗯，还有招吗？直接谋断个啥？好，被偷到咱们的杀有杀吗？死了，就真是死了。所以说孙权那打还有桃可以啊，很好，找个草八点，我们来去。太子侄，你这五谷丰登就没必要开了。当然了，开的好不好就很难说了，这开就比较亏了。又结营，你还不拿杀去杀了陆逊？你赶紧的打死一个人，你还不打死一个人？五虎你就没必要开了，直接拿斧子去先杀一刀陆逊，然后拿着五虎去，你打死一个人之后捡一个人，你再开五虎可能还好一些。好，啊，咱们的核心成员好像放蓝蛮吧，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赶紧的放，这个时候你身侧那一血会有什么？上保国家，下安黎民。哦，充盈军资。那，哎，还是没选择。待他出动，再做计。面我像我可能会开一下蓝马，不开也行吧，不开也不开的好处，但是没必要扔掉。身侧还舍不得把连弩拆掉，你要知道。你挂个藤甲干嘛？你要知道，真的，安他可他妈真，你是英明。嗯，你不拆连弩，你拆了连弩，他最多砍你一刀，那个两刀直接把你砍死了。主公要臣死，臣神挡杀神，佛挡杀佛。香香，前面香香怎么？时不待我，陆逊回血，这是掉了，陆逊掉了血给，陆逊掉血，香香要给自己回血，当然要保自己状态，香香才是核心，像你那打法成什么核心？就是过个菜脚左菜菜右菜菜，拆香香的装备，所以要说人都是，也不一定说人都是自私的，甩锅给别人就对了。浇下美人香。那不是自己错，你这那子错，这就他错了。你马姐被吴国崩盘了，咱们
实在不行也只能挨刀，然后把咱们留一刀。刀的话，和小乔和小乔单挑就只能等寒冰剑。我中生有啊，开个桃园行啊，开个桃园两个人都回去，然后那就只能这么耗着吧。咱们杀好像也不太好杀，我们不好杀别人，别人也不太好杀我们。他们杀我们的话，就只能等我们空手牌的时候再砍。回不了血就存不了牌，我们的牌有可能越来越多。开个无果枪闪。我们牌有多的情况下就不给你固阵了，都不是说。屯田，再去杀。上保国家，下安黎民。好好。该扔就扔他，没什么舍不得，别人都舍得给你固阵，你还舍不得扔他？扔他一张牌，扔他一张啥吗？晚了，可就没牌了。早入蜀都，先到先得。你啊，花香四溢，我们那最美人间，还天香。蕉下美人香，月下真爱。花香四溢，别急呢，算尽他人。独不自知啊，但真的有点着急呢。咱们暂时不挂刀去砍他，下回给咱们再挂刀，结果他把我们刀给拿走了。可以啊，刀下美人月下美人家，黑桃牌黑到我们的逆九红颜，然后加一码可以不挂，反正他有码台，你挂加一码也没啥用，直接投降了。起码不投降，我们手里还有决斗，你反正是死。他好，我也好。最后一盘，这一盘也是文件夹里的最后一则录像了。4399专区，善于帮您做网店提供的。咱们先挂藤甲再用自己自己样子，这时间少我们反正藤甲，当然他估计是不想弃牌，看一下也不算什么，自己该看就看了，火攻该扔就扔了，当然他如果来强行火攻我们也没招，杀一下吧，藤甲给你杀一下看，我和柴桥顺手牵羊吗？远交近攻，顺手牵羊，抉择吧，在抉择无与痛的地狱中，拔了国家一，国家的司马都是咱们自己看的。下次注意点儿，就这样吧。16级的，就鞭笞我吧，开个望剑。这香香都没牌了，一没防御，你开个望剑，你这望剑打的是香香。还好我没藤甲，你放心大胆的开吧，等着你，等的就是你。再开个蓝蛮，我们藤甲值呢，我们藤甲直接扛了两，只要能帮我们挡住两点伤害，咱们这藤甲就已经赚了。铁锁连环，九啊，雷杀，这有点疼了。那是曹操，这前面不敢开血火翼。司马的国家挨了一句九杀还能扛住啊，这有一个名堂，这是前面与反间的时候是看到他的桃了，没想到吧，不要去偷黄盖没什么牌给你偷，偷三号位啊，人家偷三号位，要我偷三号偷黄盖呢，黄盖有什么牌给你偷，下家砍了呗，这不行，肯定要把下家砍了，你有那么多杀吗？反正下家已经离开了，是火，看到周太上去，如果下家回来了，那不砍有不砍的好处，有可能忍不住就砍了，不砍的好处就是有可能因为他离开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队友，尽量不要被人头诱惑，这个应该不砍。
这个确实是的。我们借刀可以考虑把下家刀给借了。名将的刀你不好借，你暗将的也不借嘛，借了他挂在自己身上。我们下家不是魏啊，然后田丰啊，田丰暗将一个庞德啊，杀下家。直接砍刀呢最好，藤甲拿走吧，拿走藤甲顺带给自己回血，这才把解一马拆呢。所以这个就曹操前面失误，我说让他不要去，他不去偷黄盖，而是去偷三号位。你看你是偷了前锋，可能结果又不一样。拿走吧，但是神奇下路蹲还好，曹操忍住没杀。咱们可以考虑亮一下，要么你单亮个张飞，要么你亮个孟获。你弃牌不杀，有可能别人会把你当位。你单亮一个将，现在情况已经比较明了了。吴国已经失去竞争力了。你如果亮一个将，他有可能庞德他不会对你怎么样，但是你不亮，他就顺利还砍你。你挂闪电了，投暗箭去吧。找你要给你去投暗箭，然后因为暗箭。是谁？暗将杀了郭嘉，他肯定不是魏，你一定要想办法逼着他出来。怎么再次选择了不亮？还是选择弃牌。我们不管庞德的话，庞德好像也没摸到啥牌，然后受到三点伤害，周泰终于是扛不住了。拿走吧，都是你的。他去杀前锋去了。前锋很假，应该前面扛的不是说不要去乐庞德，你乐二号位，乐庞德也行吧。随便杀一个。这回合就不动了。我觉得你现在不动的话，张辽有可能啊，有可能他也来偷你的牌呢。张辽偷谁呢？没想到吧？只听我最后一言。你们别偷田丰，偷田丰干嘛？你偷一号位和二号位，你偷了田丰，你偷他，他还拆你一张，两个人你拆我，我拆你，相当于没收益。你偷暗将肯定顺了小小的刀。然后去杀曹操，应该手里还有口酒，要不然不会前面空口酒。再领导我负天下人，手下有很多人赋予我他。把王爷，反正我觉得他已经。手下买将还敢赋予我康？那你给他决斗去打他，然后吃花个锦衣马。奈何？这个决斗。不如留一张杀好使，咱们杀的话，我们使用第二张杀的时候还能摸一张牌。你决斗下去是要消耗杀的。真金又离开吗？闪！我们下去还不亮，肯定不是锁，那是锁就亮了。二打一嘛。你是群也好，是无也好，都亮一下吧。别藏，这是藏。除非说有一将你藏一下，比如说张甲你也藏一下。你们是打算全亮吗？行吧，然后先杀一刀再杀。我还有很多杀还敢赋予我看。还杀，替我挡着，你得过呢。过吧，这牌咱们没给自己留一张黄衣牌不好。你等会儿不要被别人在背后把红包给你捅死了。过个彩桥，两家进攻，看来小乔单挑进单挑之后，接手小乔单进单挑的话，简直是过街老鼠。
人已经没杀了，所以说这是前面我推荐我们留一张杀，然后直接把小乔给灭了，不要留他进蓝条，太恶心人了，哪怕不赢都不能让小乔进那些，然后啊，然后过个拆墙，这不是手下还有很多杀富于文昌，不是的话我们单条获得强势点在于他可以通过再起来回血，因为熬战之后是没办法血的，这个比较烦人。然后连弩扔掉，我们不缺连弩，因为本连弩顺手牵羊，南蛮就放不，南蛮放了吧，然后反正手上还能囤两个牌。杀一刀，夏侯也不敢随便放血来跟刚们，你要刚我们的话，你自己也掉血，不停的再起吧。他妈放吗？他如果刚怎么就直接弃牌就好了。让他拿吧，这牌真的没什么好武器的，那我就让他拿了。然后把他加一码拿了，不要去拿他的手牌。他接下来就是，把他一张杀，你如果是两张杀，然后甄姬这么打，是投降吗？是投降，是打不赢就挂闪电，哼，大卫招雷术在此啊！金娘判个黑桃六，然后闪电判个黑桃七，你说你何苦啊？这本来你还可以，还可以挣扎。声音，你看这孟获人品也不好，两三轮了还没回血。有些人比如孟获就是人品好，你把他打到一血，变成一回合就直接再起三血就起来了。我们的视频就录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